我们要真想着阿弥陀佛，真盼着阿弥陀佛，盈坤念了3天呢，他就来接引了。我念了30天，佛为什么还不来呀？佛很清楚啊，你心不是真的，他要真的也来了。佛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，你再等几年好吧。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，我们的心不真、不诚、假的啊，所以佛不来，他来就把你吓到了啊，来了，这要死了。啊，那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料理呀，怎么办呢？真正下定决心，没事，一切事情自由别人料理，随他去吧，啊，根本不闻不问了，这就对了，啊，也无需要交代。啊，真正想接交代嘛，写一份遗嘱，然后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这才行。啊，将军乡的老太太连遗嘱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啊，走得真干净利落。所以，我们的正业就是深信、切愿、老实念佛啊，弥陀弟子的正业。